比赛，红方是泰国的北东，而蓝方是武僧一龙，双方进行的是七三公斤的较量。武僧一龙，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许多的泰国的观众对他的非常熟悉和欢迎。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在2015年的1月31号，武林风将在重庆举办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在那场比赛里面，武僧一龙将迎战日本的长岛雄一郎，而此人方面迎战的是加拿大的马库斯，周志鹏迎战的是荷兰的世界冠军克劳斯。哇，这个反击打得前面有点重，武僧一龙没有反应，因为这是对方突然的一个反击，武僧一龙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武僧一龙不要大意，不要我大意，对方这个前肢拳还是有力量的，看看武僧一龙前肢夹后肢，对，我们看到泰国的韦东，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武僧一龙不要掉以轻心，尤其对这种选手，看似挺软弱，但是毕竟泰国选手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现在一龙有意识把节奏放慢下来，他在找机会，找机会，前直，高扫上头，低扫。现在一龙的这个拳腿的变化还是有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北中的这种反击，现在一龙就后撤接腿，对方一个后直拳，因为这个北东是一个反架的选手，现在这个北东已经适应了一龙的这种进攻的节奏，就是你出拳的节奏被他已经适应了，现在泰国的北东开始做一出打反击的尝试，双方第一回合结束。现在大家看到，这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在泰国曼谷站的男子73公斤的比赛第二回合，武僧一龙再从这个泰国的北中进行较量。通过第一回合的比赛，我们也看到北中这位泰国选手他这个反击的能力，因为这个北中在从武僧一龙的比赛里面，他不是给你硬拼硬打，他是打你的时间差打反击，这个前后摆拳很大力的，后高扫，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泰国的北东，他在这场比赛第二回合比赛里面要比他第一回合打得自信，因为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一龙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流畅，开局打得很好，只是北东适应了这个一龙的进攻的节奏之后开始打反击，这个接腿之后没有及时的出击，太可惜了。现在这个一龙也不敢轻易的做一个扫腿动作，因为这个北东的
反击力呢还是很快的，这打空了一龙，现在一龙冲得挺猛，但是现在北东很聪明的是利用他的这种后撤滑步来化解一龙进攻，刚才又是北东利用一种内围的技术，让一龙两次这种摆拳都被打空。从这点可以看到，这个泰国选手他的这个防守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节奏控制很好，我不跟你打这种硬战阵地战。从这个打的力量来看，这个一龙要力量比这个北东要大，但是这个北东的反击的速度很快，另外北东又是个反将的选手，你看一龙就左右摆拳打的力量很大，自己是滑倒了，这个击扫之后自己滑倒了。双方第二回合结束。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在泰国的曼谷大皇宫广场带来的是泰王杯男子73公斤的比赛，红方是泰国的韦东，蓝方是武僧一龙，这双方的第三回合比赛。通过第二回合的较量，我们看到这个红方韦东已经适应了武僧一龙的这种摆拳的力量和出拳那种节奏。那么在第三回合，武僧一龙要有意识的加强拳击的组合。从力量来看，武僧一龙占据绝对的力量。一龙在和对方拼腿，你扫我，我扫你腿，打这种阵地战，这就一龙的优势就出来了。要打这种阵地战，只要北东的漂亮一个前直拳，在力量上来看，武僧一龙占有绝对的这种优势。现在一龙要有意识的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因为你这一拳一腿，因为北东他毕竟年轻啊，又是他的主场，他对你这种节奏他很适应了，但你突然加快的话，这个泰国选手就不适应。因为我们在从泰国运动员的比赛交手当中已经找到了这种规律，就是你一拳一腿跟对方拼节奏，你也很难打对手，但是一旦你拳腿组合把节奏带起来的话，对方就很难打你了。这是我们从节奏来看，再一个就从技术上，中国选手在拳法上明显好于泰国运动员，而泰国运动员主要通过他的这种前后扫腿的力量，包括膝和腿的这种结合上，但是只要中国运动员把你这个速度打出来的话，那么对方是完全的不适应。我们看到在我这个评论席的旁边还有许多这种泰国的女的观众，她们很有节奏的在给场上的一龙和北东在助威，一旦你出动作打击力很大的话，那么他们都能看得懂。你看一龙的这种高扫腿的动作力量是很大的，在对方能够防高扫的时候，你要加强低扫，就是上三路与下三路种结合。现在是一龙采用这种压迫式的打法，你
迪龙在第一和第三回合上是占有优势的。8คะแนนผลการตัดสินแดงชนะแชมป์เป็นของเพชรทองเหลี่ยมธนวัฒน์ครับดีเซนโยโฮงฟงเชิญเพชรทองเหลี่ยมธนวัฒน์ขึ้นค่าเข็มขัดโดยมิสเตอร์แม็กเบเนโตโปรโมเตอร์ชาวอิตาลีครับขึ้นไปหาขึ้นไปที่ประธานเลยครับขอเชิญเอกพงศ์ศิลาภรณ์คุณนะครับผู้ช่วยเลขาธุรการและผู้ว่าการการจะมอบการให้กับนักมวยด้วยครับ